什么叫自由，什么叫奴役嘛？我们服从一个死去的人叫自由，我们服从一个活着的人就叫奴役。我们服从一个死去的人，像孔子这样的人就是自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可能回到现实中来管你了，只是我们对他的不同的理解而已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。但是如果服从一个活着的人呢？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教室里，比如说有七组人，我们随便找一个人，我们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服从他，结果会是怎么样？你瞬间就被奴役了。所以我们把孔子、把耶稣、把释迦牟尼、把这些人变成绝对者，站在这个位置上，要让这个人代表真理。因为只有这些人代表真理了，然后现实中才没有人可以代表真理，我们就有可能获得自由。因为没有这些人在这个位置上，世界上任何一个野心家他都会想站在这个位置上。他一旦站到这个位置上，我是绝对者，你必须绝对服从，那我们瞬间就成了奴隶。因此你看看中国历史上哪些人最恨孔子呢？我告诉你，最恨孔子的，第一秦始皇，第二朱元璋。为什么他们最恨孔子？因为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独裁者，只要孔子在这个位置他就没法上来，所以他们一定要把孔子打倒。他把他打倒以后，我就是了，他一上来我们就没有活路了，知道不知道？所以这是人类文化建设的一个伟大的成果。